来来来，不要客气，在本地最出名的小米酒，喝了帮你什么都忘了。哦，少介，这个小米酒虽然是甜的，但是它的酒精浓度哦，很高的。再倒。你不是说要喝，喝了把我什么都忘了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要干杯。干杯，庆祝什么？庆祝，原来你也被人甩过。其实，小姐，你听完黄美满的话，应该比较释怀了吧？其实黄美满说的没有错啊，他是因为真的很喜欢很喜欢唱歌，所以才忍痛做了这个选择。你妈妈一定也跟他一样，他不是不爱你，只是他有更想做的事情，更想去追求的梦想，这样并没有错啊。喝。哦。刘淑琪，你真的很不了解我。啊？我不完全是因为我妈不认为我才这么相信的。还有。怎样？从小到大，爸爸最厉害的事情就是做衣服。这么多年来，他一直很努力的，想要做一件最完美的礼服。小时候，我很喜欢看我爸爸做衣服，因为那是他最有自信的时候。他总是一副自得其乐、很有成就感的样子。我问他，爸爸，你有这么喜欢做衣服吗？当然了，做衣服是我最喜欢的事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那件礼服是要送给妈妈的。小姐啊，爸爸要你帮忙做一件事情。什么事？在妈妈回日本之前，把这件礼服送到她那儿。好啊，我送。告诉妈妈，这礼服包含了我所有的感情。嗯，我赶紧拿着衣服去到饭店去找我妈。那时候好开心，好开心，想说终于要见到我妈一面。这个给你。Hak san, mo isogimashou。但是，他没有收下那件礼服，甚至连一个微笑，他都没有给我。最后，他的经纪人绕了回来。这是佳曼要我拿给你的。他说，这个戒指拿回去之后，请你以后不要再找他了。我被我妈抛弃了，我很伤心，很生气，有一股没有办法发泄的怒气。我不知道怎么办，所以我打了电话给我爸爸。他不要那件礼服了，你还要帮他再做一件，你干嘛帮他做啊？
礼服不要，我不要，你也不要，我们都被抛弃了，你听不懂吗？我骗我爸，说妈妈不要礼服，其实我只是想要有一个人跟我一样难过。也就是那一天，我遇见了你们一家人。干嘛要动手打人呢？这给你啊，什么都给你啊！很危险，死我！你很危险，赶快起来了！你爸爸他在医院病倒了。我明明知道，爸爸为了那件礼服，已经好几个晚上都没睡觉。我却骗他说妈妈不要礼服，因为我说谎，爸爸才想要赶在妈妈回日本之前重做。因为我说谎，爸爸才会支撑不住倒下，才会变成尖叫。我真的好讨厌我自己。我不只毁了我爸跟我妈的感情，我还毁了我爸最大的兴趣跟荣耀。不是因为这样，他现在可能还在做衣服，他是这么的喜欢做衣服。所以你才会觉得你不配拥有梦想，因为你夺走了你爸的梦想。请不要对爱情灰心，现在我好想把你抱紧，我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坏，让你哭了是我的错。明明喝的是我，为什么醉的是你？不听我说，谁来讲故事，让不安
固执，爱好奇许多事，不顾后果的尝试，在心里的孩子常祈祷有天使借一双翅膀逃离现实，不爱看自己哭的样子。怎么在这啊？天哪，我怎么会跟少见呢？哦，干嘛闭眼睛啊？姐呢？他怎么可能留下来面对你？他是怎么样的人？你不是比谁都清楚吗？